过多部偶像剧并参演多部歌手 MV 的乌克兰名模瑞莎于4月25日为某品牌代言。现今28岁的瑞莎外形深受商家喜爱，但她却感叹自己情路不顺。瑞莎与王伯杰去年9月因合拍电影《骚人》结识，并传出恋情，但当天她却表示去年11月份就已恢复单身。单身不要紧，有艳福就已足够。当天活动中，厂商安排瑞莎与男模合演情景剧，瑞莎帮助男模脱下衣服迅速烫平，这也让单身的瑞莎大饱眼福，并表示心情超赞。Safa 非常开心，一开始心情非常好，那这个当然不是每一天可以看到那么好的身材，然后谢谢 Philip 自己也会跟给我这个机会，自己也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帮他烫衣服啊。好朋友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烫衣服吧？我比较会帮家人吧。